追他！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先跑，实在是太了。兄弟们，最能体现人间烟火气的是不是夜市？今天长沙四方坪啊，给他增长点 GDP， 开工！人真是不少啊，好家伙，几溜子都满了。夜市的东西还是比较攒劲的啊。哎呦，小哥上来了啊，给你复过了啊，照相。你真是我粉丝，啊、你关注我没有吗？关注了，我看一眼。敢不敢检查？检查一下啊！哎，真关注了啊！真关注了。来，大哥，我给你拍个视频吧，这边。啊，拍个视频。好，祝我大哥一路长虹，来。来，我去，你这怪害羞的，搞的，哎呦我的妈！终于有小姐姐给你送花了，太难了，哎、了肉夹馍。老板哪里人呀、啊？渭南。渭南，你看老乡，你看老乡这两年长沙没少挣钱，你看那个链子多粗。哎呦，咱这个攒劲啊，你快，大哥生意兴隆啊，明年链子要换个更粗的啊。看这肉棒不棒？哎呦，这个辣椒一吃绝对是陕西的，一股凉皮味儿，我跟你说。哦，这两口一大半，四口一个馍。哎呦我，人这两下子行啊，太可以了。这是科技混活吗？啊，16块，比肉还贵。Hello， 哎，大哥好，真的假的？没想到今天碰到了。你关注了？要检查手机啊。海鲜啊，对，大哥说这么多话，我怀疑没关注啊。让我拿着，来你拿着，看一下，关注检查一下来。哎呦，真关注了！哎呀，大哥卖啥的？臭豆腐，还有多少？我全包了。走，阿信找钱。大哥关注了，走。大哥这下全砸了，全砸了，就支持咱粉丝。鲜花的花，这是花，不是一朵，我不叫一朵花，叫花盘。花盘。姐姐搜了个一朵花，我像一朵花吗？哎呦我去，难怪暴富啊！哎，来都来了，你不整一口是不是？这个太有诚意了。阿信找姐姐把钱收一下，拍我一宿了。牛肉你吃了吗？哪有啊？等一下带你去。待会儿跟这俩姐姐找好吃的去。你看我跟这俩姐姐在一块儿，这一看就是一家子啊。这一看就是一家子。不，你不要钱肯定不行。你不说的话我就自个儿输了。我给你输个288，够不够？够。不是，别亏了你们。那一盘一份，哎呀，我感觉不对，我感觉288不够，666。安排，咱不能亏咱自个儿人啊！哇、哦，看见没？我去，你再看那边，妈呀，这么大呢！这家的猕猴牛肉超级好吃。哎呦我，我去，尝尝怎么事啊？这姐姐推荐的，姐你没拿回扣吧？哦，没有。最牛臭豆腐，谢谢，咱家儿带着导航出来的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每个作品我都关注了，你看到是你吗？行，来，必须支持一把，来，这全拿着，不给面子，全拿着。哎，可以吗？现碰，不客气，来，哎，现场大放送啊，必须的。咱主打就是宠粉，不用买，咱免费。不行，免费，188够不够？够了，哎呦，起飞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，哎呦，66啊，生意兴隆，哎呀，啊，66大顺，这波好劲，哎呀，来兄弟们继续搂，绝对是你们的软肋啊，小份必须一把一把吃啊，来，你碰着脚丫再拽一点，我感觉我要喷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相信有多辣，来我尝尝。如此吗？作为一个湖南人，你帮我评价一下这个辣度算啥辣度？这玩意儿微辣。我现在这个辣劲还没过呢。你看看咱信哥，不愧是把重庆火锅底料当水喝的人，辣吗？你辣胃啊！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哎呦我妈！相当哇塞啊！拉丝玉米，跟大哥过去吧，单买的。不用，追他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来，感谢，来。这是啥呀？我去！哎呦我，这个看着确实更过瘾啊！哇，是吧？嘎嘎的，绝对嘎嘎的，嘎嘎的，哎。留给我女朋友的，拿给你吃的。哎呀，这个猪蹄儿我跟你说，小姐姐不好意思啊，我把你猪蹄儿吃了。嘎嘎地，没问题，嘎嘎地。那咱一块嘎嘎地一个来。3、2、1，嘎嘎地。先跑，实在是太热情了，不停的有人投喂。你说这么整，明天早上得吃不完呀。但真的，他们那种热情的劲儿，你让你觉得，你说不吃吧又不好意思，回酒店慢慢吃。